个展览，他把这个杨奎还有钟离和许多文学家的作品到成品办了一个展，然后我们就找了一些朋友来啊，把杨奎的作品整理一下。说完之后就想说，阿达不来，就说拜托阿达说阿达不来出几天后，然后阿达想说好了，不来出一下。阿达想说啊，杨奎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人，出杨奎的专辑的话，应该可以赚蛮多钱。没有想到，鬼气的麦克讲啊！不过让我们留下一个青春美好的回忆。很多人在后面听到我之前的作品，然后本来后面那些猪头皮都是乱七八糟，三八里的哈，三个飘呀。你奇怪，哎，你看他小个杨奎的歌，哇，就跟我鞠躬。杨奎的和妈妈出嫁哈，是在也是在啊23、24年前的时候。谢谢。